在生活中，感冒和发烧是我们囡仔时常看到的病症。相信我们大家爸爸妈妈都有陪我们囡仔去看医生、提药啊，还有吃药给囡仔吃的经验。而现在呢，治疗囡仔的感冒药啊，也很多种，使用的方法有淡薄仔不同。我们为了保护囡仔用药的安全，今天我们就为你介绍囡仔用药的安全要注意的所在。一般咱来到药局领药啊时阵呢，阮药师会先对看嘛你的基本的资料，像你的名，还有你看对一科，还有你用药的资料。咱领药啊，毋是下着药啊就好啊，为着咱用药的安全，咱家己也甲对看卖啊。啊，是要对啥物呢？直接为你介绍五对。像下着药落啊时阵呢，咱第一先对看家己的名，咱毋通下着别人的药啊，还是食着别人的药啊。第二个，咱对药啊名，咱了解自己食药啊是啥物，甲药落啊内底哪有共款。第三个是使用的方法，是要用抹的，还是要用食的。第四项呢，就是使用的时间，像遮逐工是三顿饭啊。最后，咱也知影咱食偌济，就是咱的剂量，像遮大概食一粒。以上若是有任何的唔对，咱有可能造成你用药啊的伤害哦。长久以来，咱医药界建议，因为小 baby 的器官还未发育完全，而且咱囡仔的吸收甲大人无同款，所以咱千万唔通将大人的药啊，会给囡仔吃。咱应该使用专门设计给囡仔吃的药啊，来确保囡仔用药的安全。一般咱饲药的物件有滴管。药杯啊，搁有汤匙。咱饲药啊时阵，准当是小 baby， 咱小用胃嘴的两边来滴入去。然后当 baby 有吞的动作的时阵，咱继续来饲药啊。咱千万唔通胃嘴中外灌入去，安尼可能会嫁掉，还是清掉。准当恁啊将药啊吐出来，还是喷出来，这其实是大部分的家长时常拄到的状况。只要咱大家唔免紧张，咱有耐心，慢慢啊将药啊滴入去恁啊的嘴内底。而且咱要记得有做些药啊，免甲牛奶染做伙，所以咱唔通将药啊甲牛奶染做伙，互恁阿食，安尼可能药啊无效果，牛奶也变苦苦，恁阿可能就无该食这个牛奶啊。咱一般伫六岁以下，咱应该避免吞几粒药啊，安尼有可能会过掉。啊，六岁以上，咱就开始训练伊吞药啊。啊，阵仔是无法度吞的时阵呢。其实咱将药啊放在药杯啊，也是汤匙，然后加一挂水，让药啊变较软的时阵呢，咱就将药啊再吞入去。咱我们知影，恁个皮肤较油，所以咱抹药啊时阵呢，唔通抹伤济，抹呢有可能会吸收伤济，来造成毒性。而且咱抹药抹了时阵呢，咱也对恁个讲，唔通将抹药的所在。危害伊个嘴，还是目睭，安尼有可能吞入去，还是伤害到目睭，安尼是非常危险的代志。过来，咱即马看到的是塔卡村的药啊，伊个身体生啊，咱像禁忌，一般可能是恁啊才较歹饲药啊时阵呢，咱用这个药啊，要使用的时阵呢，咱先互恁啊先倒好起一边，这时阵呢，为个脚床来塌入去。啊，要踏外轻呢，差不多是咱一节枕头的轻度就好啊，安尼药啊，较袂互伊走出来。即卖医师已经做只开阿司匹林互恁啊，有恁啊是有水痘，啊是流行感冒的时阵，那用这个药啊，伊的副作用可能会变成会吐、会昏气，佮有可能会掉筋，甚至佮有较严重的情形。所以，咱用这个药啊时阵呢，一定要问过医生、甲药师。另外，有的抗生素会影响咱骨头、甲喙齿的发育，所以无适合用在咱的囡仔，也是有新的护乳。所以，咱要用这个药啊时阵呢，同款要问过医生、甲药师较认识咯。咱有的药啊，外口会做一层保护，还是保护药啊，袂去有微生物破坏掉。
阵仔咱在磨粉的时阵呢，伊的保护可能就无伊啊，安尼可能药啊就无效果，所以毋是逐项药啊拢会磨粉哦。阵倒咱若要磨粉的时阵，咱要问过医生还是药师，看因只磨粉。像即马有的病医可能从三四种药啊染做伙，然后做伙磨粉，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志。为你安尼染做伙的时阵，你都毋知家己是食啥物药啊。所以为着恁爱用药啊安全，阮建议上好是用药水还是汤姜，因为有专门设计的剂量，而且伊安全性也较悬哦。药啊，虽然治疗咱的病症，不过无小心也是错误的使用，会让恁啊受到伤害。咩啊安全的用药啊呢？这是需要医护人员跟爸爸妈妈来做伙关心的。以上就是简单为你介绍恁啊用药的安全。准到你有任何用药的问题，拢欢迎你来阮大拿主治病院，我有专门予你问药的所在，我有药师会替你解说说明。你通直接敲阮的专线。0526400000，分期号码是5384。我拢有专业药师会热心替你服务，感恩。